我是 AI Explore 引爆智慧创办人王Ching-Wei教授。接下来一分钟来跟大家介绍我们。我是台湾科技大学的教授王Ching-Wei。那我们一直在AI 开发超高速 AI 这个技术在各个领域使用。那主要为什么会想要创业，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使用者、厂商、医院可以使用，让 AI 平民化。那选择这个产业，其实 AI 可以应用在我们已经应用在智慧城市、智慧医疗、智慧制造部分。我在这个 AI 的技术开发已经超过20年。为什么喜欢日本生鱼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很新鲜，可以让人家更有活力。选择喜欢 mont-bell 这个日本产品，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品质 quality 很好。那这跟 AI Explore 的信念是一样的，我们希望提供给使用者、厂商、医院最好的产品 solution。